我最喜歡做哪一類型的活動師？我以前喜歡做 corporate event， 因為 press con 快快手手，現在很喜歡做 annual dinner， 因為 annual dinner 沒有那麼多硬件資訊去寄，而且是嘻嘻哈哈，就是全部員工開開心心過一晚。哇，我收過最大封的利是多少錢？其實不多，五位數咯。我跟哪個藝員最老友？我跟方浩文最老友，因為他是我入行，即係加入東亞唱片嘅時候，即係第一個識嘅朋友咯。喺呢一行幾耐去一次收尾？以前咧就揾阿深水埗嗰個蚯蚓姑娘阿眉姑咧，係啊。總之你盡量要逼自己三個禮拜去一次，唔去咧佢會鬧你嘅。咁而家因為我最近就揾人飄咗啊，所以我都唔使收啦。但係咁，即係嗰啲雜毛咧。呢啲位嗰啲雜毛咧，你知掹咗之後咧，財運會好啲嘅。所以我一嗰排，唉，好似點解冇乜嘢接咧，就掹下佢啦。出 show 最尷尬係咩事啊？哦，可能啲人行埋嚟叫咗我做心穎咯。即係如果嗰個係一個管理層人員，我就會懷疑，哎呀死啦！其實佢係咪請錯咗第二個啊？即係見到我咁平咁樣就揾咗我啲 guest 咁樣行埋嚟揾我影相。如果他嗌錯做心穎，是他尷尬多過我尷尬，我都會跟他說、欸、我靚過他，瘦過他好多這樣。其實我心裡面是一個男人，是真的，我很多次都強調其實我是一個男人，我是那些打心口撲撲聲，我是真的很男人的，不論性格啊各樣，我成日覺得係即係唉天生咁樣，但係錯曬嘅。總之我入邊全部都係男人嚟嘅。OK， 幾年前嘅訪問有講過離婚，即係做咗道傷痕俾我，係咪？可能永遠都唔能夠平復。但係人會變，時間都會變咯。你話而家有冇平復到咧？其實當然平復咗咯，但係即係你有個傷痕喺度，你個瘌都喺度，你永遠都見到咯。我以見到個瘌咪～會諗起咯，有時冇懷疑佢咁咪唔會諗起咯，就係、是、咁。有女人形容婚姻好似鬼咁啊，即係未見過就好想見下，見到就見過嗰啲就唔想再見啊。唉，我又冇驚，但我希望以後遇到嗰啲都係人咯。我好簡單嘅啫，我就係要。呢段感情要是一對一的關係啦，同埋係兩個人相處是開心、舒服，同埋相處唔攰咯。呢個係好重要，同關係一對一同等重要。即係你唔覺得有時啲人會相處得好攰嘅？其實都牽涉到就係你有幾愛對方，你愿唔願意去磨合一啲問題。其實你一唔願意，或者你覺得這個人不值得你去這樣做，那就會很累的了。我覺得無論你在感情方面是順或者不順都好，即是女人最重要是獨立。我說的獨立不單止是經濟獨立，絕對心靈上的獨立都是很重要的，即是因為我不知道，如果你可以做到心靈上都獨立，不會那麼容易因為一個人很開心或者很不開心，其實這件事都是很重要的。經濟獨立也很重要。我記得我離婚那段時間，哇，我很慶幸我有 Now TV 那份工作，如果不然真的不知道怎麼辦。所以那段時間我幾不開心都好，慢慢哭啊，眼都腫曬都好。我一收到稿，我好像上了身，我就可以很專注地去背稿了。